让我非常的开心，在新的一年里，由我主演的电影《无名》会在大年初一跟大家见面，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，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电影院里多多支持这部电影，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。欢迎大家趁这个辰光到电影院看阿拉个电影。意想不到说会找我，非常的意想不到。观众朋友们，新年快乐！这飞行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职业，每一次的升空都有很多的未知性。为了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，结果永远是第一个。哎，接着练不练？走吧。因为我们拍摄的地方是机场，也很多很多的飞机一直在飞来飞去，就是那个声音会让我永远的记住。但是做到第二天呢，就是不敢动了。感谢大家对我的喜欢，我应该是今年算是真正的步入电影的这个领域里，然后我觉得获得这个奖我非常的幸运，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，谢谢大家。来一博的舞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热爱街舞的陈硕。像我觉得只要是喜欢的东西去钻研，去喜欢它，去保持永远的新鲜度都是对的。快乐，然后多受到一些夸赞，因为狮子座。